装、道具、演员、灯光都就位了吗？我们的新春年会要开始了，各工种抓紧时间。哎呦，催什么催呀、啊？羽毛还没长好呢，怎么做漂亮的新衣服？导演，我是色盲，虽说分不清用红光还是绿光，但是咱们的灯光我负责了。导演，我来了，道具已就位，大幕即将拉开，敬请期待。动物传奇，欢乐来袭。大家好，我是月亮。大家好，我是李明宇。大家好，我是大鱼丸。哎，今天我们特意把大鱼丸请到咱们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进行一个特别节目的录制，就是我们要在动物传奇里面开年会了。而且今天这个地点就是我们年会的秘密基地。呵，真神秘，别卖官司了，赶快开始吧。啊，是这样，我跟明宇商量啊，我们俩今天呢要分成两队分头行动，寻找到我们的神秘嘉宾，跟我们的神秘嘉宾一起呢找到我们可爱的动物朋友，完成任务。而且我们每次完成一个任务之后，就可以获得另一个任务的机会。耶、那你们两个队有没有什么名字啊？哎，我这个名字太长，李明宇，明宇队，明宇队。简单吧，太快了。那我们队毫无悬念，月亮队，漂亮，好听，太刺激了。那这样，今天大鱼丸呢，你呢就留守在我们的总部基地。嗯，我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什么样的麻烦需要求助的话，我们会给你打电话的。好，我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我就是你们的移动服务基站，哪里需要我，哪里就会有我出现。我对这个后盾和基站我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这次能不能给我配一个美女嘉宾跟我搭档，我就太开心了。哎，年会嘛，是啊，追求啊。我今天应该给你寻找一个美女。太漂亮，干得漂亮。那还等什么？马上出发，出发，拜拜，拜拜，拜拜。嗨，你好呀，我是马晨龙，我是人类。你叫什么名字呀？哦，我听不懂，我给你唱首歌吧。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越飞越飞不高。马晨龙，嗨！哎，月亮姐，太棒了！我今天寻找的嘉宾就是你啊！哎，够神秘吧？我拿到一个这个任务卡，这不等着你一起打开它。好的，来。我们俩今天的任务就是，别吃了，嘿，别吃了，嘿，别吃了，来玩啊！你好呀，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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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呦喂，娇娇啊！哎呦喂，娇娇啊！你好，哎，你来好早啊！但我今天作为嘉宾来呢，我是带着任务来的。这任务卡我还没开呢，咱俩一起开。行，是指纹解锁吗？来，是指纹解锁吗？来，不应该是用意念解，应该是用意念解。来，开，行了。我在唱歌里面也算是高音王。对啊，所以你一定就是助我完成任务的神秘嘉宾。助什么？耶，太棒了！哎，有你助力，我特别有信心，超过明宇他们那组。没问题。我今天也拿了一个分贝仪，咱们是不是先测测小鹦鹉的声音？可以啊。那我们怎么让它发声呢？大哥，小两句话。你好，你好。你好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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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极熊，北极熊。听说你们今天又有任务了？对，我们要寻找动物界的高音王。我想先测测小鹦鹉的声音。鹦鹉估计能帮到你，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到达你的要求。这个吧是非洲灰鸡，它呢比较喜欢说话，可能今天人比较多，而且头一次见您就比较害怕。看这只，来上来，宝贝儿，上来，来，好好看啊。这个呢，你看我们拴着脚来，因为它会比较调皮，然后会飞走。但是呢，玄凤鹦鹉是比较有点小高音的。哦。但是怎么挑逗它，就是可以吹下哨啊，发出同样音频的东西，它可以。呀呀，你看这镜头好吗，宝贝儿？我试一试行不行？你试一下。试试。来，露两嗓子。给个脸，给个脸。不是高音王吗 ？Hello。月亮姐在跟你说话呢。给个面子。给个面子。他好高冷啊，不给面子。哼。陈龙，要不只能靠你了。靠我，我跟他一起唱是吗？你唱着歌，看他叫不叫唤。我有一首歌叫《一回生两回熟》。好，好，特别适合。来了。哦哦哦哦，我们挥一挥手，一回生两回熟。哦哦哦，他唱过来了。哦，他行吗？小辉行吗？我们挥一挥手。一回生两回生，耶、yeah ！哎，他好像很喜欢你，他过来了。小辉很喜欢你，但是测不出他们的分贝啊！你北极熊，你怎么回事啊？你帮忙啊！我再想想其他动物。再想想其他动物。行吧，反正现在大环境测的这个小鹦鹉的声音，就是75。咱们是不是得连线问一下大鱼丸老师？可以，我问一下他吧，求助一下他。他对这个动物特别的了解。嗯。大鱼丸你好。大鱼丸好啊。你好。大鱼丸是这样的，这个寻找最别致的动物皮肤都有哪些呀？最别致的皮肤，你们这个问题问的太模糊了。这么着啊，我们抽到了一个题，就是通过游戏来寻找最别致的动物皮肤。对。这游戏怎么做呀？这个动物的皮肤有很多种，有毛的。有这个带鳞片的，有甲壳的，有羽毛的，游戏给你们准备好了，就在那边呢啊！你们先去准备游戏任务，咱们待会儿在那儿汇合啊。好，好的，挂了吧，一会儿见啊，再见，再见。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请求你们记住他们两个现在的样子，因为过一会儿我们这个寻找皮肤最别致的动物的这个。摸动物盲盒，我来比划，你来猜的游戏结束之后，他们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我感觉你是把八个游戏放一块了，叫盲盒摸动物，还你来比划，我来猜，搞事情。游戏的规则是这样，一共有三个箱子，然后你们来摸，不能输啊，要比划，让对方猜对了，只要猜对其中两个，就算胜利。特别简单，什么蟒蛇呀、蜥蜴呀、蜘蛛啊、癞蛤蟆呀，什么什么的，我不告诉你们有没有。哎呀，你们这组谁先来？不然我们脆丁壳吧。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布。哦。Cool。输了先。啊，你输了。主要我连看都没看见，我就输了。动物盲盒，我来比划，你来猜，开始。你不然换一只手可能会。别看我的，别看我的，别看我的。真的特别，你别闹，别闹，别闹，真的特别像这，哎。哎呦，摸着了，凉的，凉的。哦
你知道了吗？确定一下。好了，没有时间了，好，可以开始。现在来请二位站到台前，开始。这该死的胜负欲。那个什么，是个几个字？俩字儿。小个儿的啊。小个儿，这没法整大个呀。废话。死亡旋转。你看，不能说话。咬住了之后，转，转。还有没有其他的提示？绿的，绿的。四条腿，有尾巴。四条腿有尾巴。绿的四条腿。死亡旋转，你还不知道什么动物？死亡旋转呢？就这嘴，你看这嘴就知道了。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非常的简单，他说的是什么？你告诉他。鳄鱼。鳄鱼哪装得下呀？小鳄鱼，大鳄鱼他们也不敢装，吃了我怎么办？究竟对不对啊？我们来揭晓谜底，一二三，走。这个是一条手工蜥蜴啊，手工的。它这个皮就是很糙，对，特别像鳄鱼。你看，尤其尾巴这块是不是特别像鳄？哎呦呵，哎呦呵，它会动，会动啊！这是活的，这不是模型，活的这不是模型。我拉黑你，大鱼丸，咱俩朋友就到这儿了。我跟你说，因为天气有点凉，它不爱动。它会把脂肪存到这个尾巴里啊。它是一条人工培育的，很珍贵的一条手工蜥蜴。多可爱呀、啊！好暖和呀！啊，好暖和，会发热这个动物。哎 ，OK。好，来准备开始。兔子。你连鳄鱼都不知道，你还好意思吓唬你的队友？你手在里边跳舞吗？弹来弹去的。是个虫子。有个电影叫《我是路人》。甲虫。好的，就算你们两个人勉强完成了吧。谢谢。寻找反应最快的动物。过去，饿了点，过来，过去，饿着，过去，好，九十了，这还有这是什么？火鸡，这什么呀？这是火鸡，九十三，月亮姐，说公鹅的事儿的，哪个是公鹅呀？怎么分？大背头大，九十二点八。这么个找下去有点难度哈。是啊，那我们只能去请教一下咱们的专家了。好的，我认识大鱼丸，他肯定有好办法帮助我们。嗨，大鱼丸，我是月亮。哎，我们现在要向你求助啊。啊，我跟这个马成龙，我们俩找了半天动物界的高音王，好像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对，还是没找到，没有合适的。对，到底会是谁呢？动物的高音王啊，那肯定是生活在大海里的这个蓝鲸了。据说啊，它的这个分贝可以达到188分贝，可以说是非常之高的高音王。海洋里我们怎么找？我们现在是在陆地上啊。陆地上在我们这儿。那这样吧，我去这个白驴王子的家等着你们，他的高音很了不起。白驴王子那里啊，那我们不见不散啊，等着我们啊。一会儿见。好，拜拜。哎，大鱼丸。大鱼丸 ，Hello。哎呀，可算是找到你了，我们在这儿等候多时了。哎，我就纳闷了啊，这个驴它的叫声，难道能比那边的鸟叫的声音还高吗？这个驴。非常的聪明，在我们这常常以嘹亮的歌声，就是整个场地都能听到它。但是还有一种动物比它还厉害，
就是那个吼猴。吼猴它的这个叫声是我们陆地上所有动物里这个声音最嘹亮的。哎呦，太厉害了。但是在咱们这个动物园没有吼猴啊。没有吼猴，所以我们就是它就是我们这最能吼的这家伙了。你现在只能测一下就是它嚼胡萝卜的声音。来吧。哎呦，83。光咬碎胡萝卜就是83。接下来呢，我就要绝招了啊！来，来准备，宝贝儿啊，看着啊。Oh no！ 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神兽。那就是我们要圆满完成任务，没错，带来了这只我们寻找到的最聪明的小动物，它的名字叫 Mercy。Mercy， 嗨。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考一下你们谁是最聪明的那个动物。可以啊，或者是人。我们比赛分为几轮，第一轮呢是简单的这个十以内的加减法，第二轮呢是混合运算。我们队派出的是这个陈龙和小狗狗 Mercy 来比赛。对，我们其实就是为了让我来证明他的聪明。对，请听题。2+4等于多少？这题是那个陈龙稍微快一点啊，不是，他是没写完，你的答案是6.几的，6.6。你把这个题也得写上，比如说2+4等于6。OK OK。21。21。减去。减。18。18。等于。等于几？这是大鱼丸算错了，这是大鱼丸算错了。738+589。此题没说完啊，此题没说完啊，先心算出一个结果来，后面还有。在这个的基础上减去712，再除以123。太厉害了！它等于五，我心算也是等于五，我心算也是等于五。厉害厉害厉害！哎呀，你看看。你看看算的有根头发都白了呀，你看看算的算的。2+5=15，1+5=21，6+615等于5，我们才算完。你也很棒。哎呀，Mercy难到你了，聪明了。那我宣布这一轮 Mercy 获胜。了不起。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呀，大鱼丸？他的任务就是。漂亮漂亮，这个游戏设置的特别好，专门为明宇设计的。明宇，来来来，请钻洞。其实用不着花那么多钱给我准备这个东西。来吧来 吧。加油加油。四个洞啊，先从哪个开始啊？来，我先从这开始吧。来，小天。来，小天。和小天。那个八戒。来来来，八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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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帮你，我帮帮你。我觉得你如果来到这个洞可能会好一些。那个离他屁股太近了，不行。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八戒。我们帮帮你，第一个洞怎么也得让你先舔上，你别掉下去。哎，来，哎呀，我的妈呀，
我请你啊，我请你。小丽，哎，过去了，过去了。过来了，过来了。拿脸，用脸，用脸。可以脸找他呀，林雨，你可以用脸找他呀。就差一点了，就差一点，咱俩两救我一下。他嫌弃。那边，这边，明宇。来，宝贝儿，来。这个救护车马上就过来了，我得让他过来一点，我才过去。换！你这样，你用嘴叼着胡萝卜，它会这样一点一点吃过去的。叼住，别松口。你脸得碰着小猪。你要求这么高啊，你们？我觉得你脸现在往前一蹭，就碰着他了。哎，看他吃的多香呀！小猪吃的很香。嗯，来。来，上明宇。加油。哎，小猪，过来，这边，你那杠刚才成功了呀？没事。哎，这，哎呀，那个又，兄弟，你过来，那个又。亲。哎，我往这引他呢，你等，你过来。快点！我腿麻了。怎么人没了？明宇，哎，等会儿过来。快进！那我宣布这一轮明宇队获胜。今天我们两队表现都还是很不错的。我们不管做什么样的游戏，动物传奇的宗旨呢，都是要爱动物，保护动物。当然我们也特别感谢这群可爱的小动物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这么多的欢乐，谢谢可爱的动物朋友。那今天呢是我们动物传奇的年会，所以最后呢我提议邀请我们动物传奇所有的工作人员，大家一起来给观众朋友们跳一支舞，怎么样？好，我们一起来 happy 一下。好的，摇摆起来，出发。亚洲舞王